走过春和冬，雨和风，花开和花落，我已经尝到这人生的痛。究竟要追求什么，能偿还什么，这一切我还在迷惑。梦已经太多，不可说，也不愿承诺，我终于看出你心里的忧。纵然有再多失落，不让泪滑落，让记忆陪自己去过。如今虽许平平回首，我又何须平平回首。继父这孩子，我老是惦记着他，心里总放不下来。我知道你会好好的照顾他，有时候我知道他很任性，但是他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孩子。他对我的成见太深了，他老总以为是我抢走了他的母亲。也许当年我们真的是忽略了孩子的心理，让他受到了伤害，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他的心理，除非告诉他。千万不能告诉他，要是他知道了真相，他会受不了的。继父是一个非常烈性的孩子，要是他做了什么对他自己有伤害的事情，那岂不是遗憾更大了吗？我想再过几年，等他成熟一点，他会了解的，他会体谅我的。继父这个孩子，自从他母亲过世了以后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把对母亲的爱都转到你的身上，对你是又敬又爱，百依百顺的。我明白。进来。娟姨，小子，你们好能聊，从进门就聊个没完，都不理我。小丫头，谁不理你了？我们两个老太婆说话，怕你听着不耐烦。娟姨才不是老太婆呢，娟姨，我以后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乔子越长越美了，嘴也越来越甜了，跟我回日本吧，给我做女儿，我给你找个好婆婆家。我们乔子啊，不要你找婆家。有一个叫翁君明的，可喜欢我们乔子了。对了，我差点给忘了。不来了，两位阿姨都笑我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们，爸和思明姐回来了。走，我们上客厅去。爸，思明姐，娟姨来了耶。他说在我们家住几天，他还要帮你跟思明姐留下陪他。来了，欢不欢迎啊？娟姨，思明，你母亲告诉我，你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医生了。看你这娇滴滴的样子，怎么能想象得到你是一个动手术的医生啊？想不到吧？思明大概是你们医院里头最美丽的医生了吧？当然，哎，请坐吧。娟姨，这次怎么会有空来东北啊？
我陪你浅野叔叔到东北去视察，到哈尔滨去。那么既然已经到了哈尔滨了，我就到长春来了。哎，浅野将军怎么没跟着一块儿来啊？哦，他太忙了，没有空。他还叫我带他看几位朋友。听说丰田司令的爸爸在您的医院里头，是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如果你想见他，明天我可以安排。不用那么急了，倒是让思敏带着我去看看继父去。嗯。哦，你不要急于见他吧。他应该来看你呀、啊。哎，我现在打电话叫他回来。不用了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张领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报告长官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还问我什么事啊？你看看他们，这什么工作态度？这我不知道，长官。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就问问他们好了，好吧？什么？哎，啊，怎么搞得去那么久？哦，报告长官，事情是这个样，这小李他儿子病了，他没有心情干活。那个小王呢，他老婆呀又要快生孩子了，那小王急得要命，他老婆呀又啰嗦，让他们两个请假就是了。哎，报告长官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要赶工不准请假吗？我是说。不准没事就请假，有事才能请假。他们两个在那儿不做事，我要他们干什么？哎，话都是你一个人说的。你怎么叽里咕噜什么东西啊？还不赶快去办？不是，报告长官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啊，还有这三个人拉肚子，这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，没有办法拿工具。还有五个人呢，手指头给冻坏了，拿工具都拿不了。还有很多的人呢，感冒了，一点劲儿都没有。我看呢，再不休息，马上就要倒下去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当我是三岁小孩？就这么巧，每一个人都病了，为什么你好好的？报告长官，我也快倒下去了呀。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哼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你现在马上出去跟他们说，叫他们开工。报告大卫，什么事？外头有人找您啊。我是。哦，是。请进。继父，您干谁了？军人，进来。来，您坐啊，我叫人给您冲茶去。不用忙了，不用帮我们，坐下坐下，咱们再聊聊。好。啊。刚才在工地上，我看见张大叔他们，啊，我过去打个招呼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陪娟姨。娟姨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儿个，就住在你们家，知道你工作忙不常回家，所以我就来看你了。哎，这乔子也真是的，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呢？是我叫他不要打的。因为我想看看石原大卫的工作情况。这工作还顺利吗？还顺利。大帅。哎，大小姐。啊，不不不不，
方医师。大师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你来看我们工程师的，他待会就回来。不，我是来看大师您的。看我的？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看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你不知道是谁吗？告诉你们，他是方思敏姑娘。你别看她长得娇滴滴的，人家可是个大医生啊，他开过刀哎。是吧？你不是长得有冻疮吗？给方医师看看。长个把冻疮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么娇还看医生？我不去。哎，那你可不行，有空到医院我瞧瞧吧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哪有那种命啊？没被那个小阎王逼死，就算大幸了。还看病，我看呐，要等下辈子喽。不看就不看嘛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嘛？你说大小姐到这儿来，是听你来讲废话的，还是来发牢骚的？去去去去去，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。大叔您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戴，你又想到哪儿去了？你又溜班了，快下来。来，你溜班溜成习惯了。你真没想到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陪妈妈的朋友来看看继父，也顺便到工地转转。你是第一次到这儿来，我带你参观参观。来。你别看我老张不怎么样，我老张说的干儿子还不赖吧？哎，那个方医生是你干儿子的老铁？什么老铁不老铁的？哎呀，说你老粗啊，你就是老粗。什么叫老铁呀？现在用句时髦话来说，那叫女朋友。女朋友。小姐，这车轨啊不是走人的，是走车的，出来吧。小心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嗯，哎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很能走。你以为我林黛玉啊？我们医学院的学生要经过好多考验的，尤其我是学外科的，体力好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哦，嗯，不过我总是啊没办法把你跟手术刀啊那些东西联想在一起。我也没法把你和这里的工作环境联系在一起。会吗？我一直觉得我天生就是属于这里的。啊，我可是觉得你是亚热带植物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我是生长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，在台湾呢，我们随处可以看得到海，可以看得到山，就是看不到一望无际的大地，尤其是白色的大地。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我曾经迷恋过俄罗斯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托尔斯泰的。那时候我总是体会不出他对土地的那份深厚的感情，一直到我来到东北呢，我才领悟了他那种感受。是啊，对大地的燃烧。是的，对土地的热爱，我是属于他的。大地就像母亲一样，他随时拥抱着你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大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是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一份子，这是永远也改不了的。又何须频频回首。真是抱歉，我今天话讲的太多了，希望你不要笑话我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让你走那么远，不晓得有没有耽误你的时间。没事儿，我很开心，建议跟继父谈起来也是没完的。我真不应该发这么多牢骚。娟姨，你一定会觉得我很没有用，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了。怎么会呢？你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，不过方法不对。你不要忘了，他们都是老百姓，不是军人，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不是你一天两天能够了解。
你必须要耐心的关心他们，爱护他们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这样呢他们才能够接受你，你才能够充分的了解他们。可是他们明显的在排斥我。是他们排斥你吗？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真的有病，他们家里真的有事儿？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照顾他们？可是我的任务是……不要谈任务，你的工人不跟你合作是没有什么任务可谈的。你要真的谈任务，那就是如何的照顾他们。以后会用心的。那就好，我也帮着你想想。喂，是大佐。是我找您。我是因为，我是因为我军医来参观工地，所以我想请示你。是，他在，请等一下。军医，坐到我们大佐。喂，夫人你好，我会安排的。夫人，有件事情呢，请你务必答应。我想请您吃个便饭，向您一个闪光。啊，好，好，那您决定好了，决定之后通知继父。好，好，那是我的荣幸，谢谢啊，再见。我想我还是不进去了，你的长辈一定是位贵夫人，我啊是最怕见高贵的夫人，总是感觉不自然。娟姨可是非常平易近人的。不过我想你也应该回去上班了，谢谢你送我那么长一程。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这样好不好，我们以后不要这么谢来谢去的，多见外啊。好，谢谢。应该说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朋友吗？啊，这儿的总工程师，我们在医院认识的，他是我第一个病人。季夫啊，今天晚上别忘了回来吃饭，我们等着你啊。嗯。好像有很大的挫折感，很需要我们帮助。是吗？你好像对继父有很大的成见似的。你知道的，娟姨，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从小就很喜欢他，以有这样的哥哥为荣。可是我这次回来，他好像变成了陌生人似的。是因为他对你母亲的态度吗？也不完全是。那么他还做了什么使你这么失望呢？那个大师我认识，他的车好像坏了，马车夫停一下。嗯，哦，大叔，怎么了？你不是那天搭过便车的家属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是啊，要帮忙吗？你能帮的什么忙呢？这都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快上车吧，当心着凉啊！好嘞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柳树啊，开花满溢，天风啊，是不啊？高天成。怎么会那么巧呢？我上次不是写信告诉你高天仇已经到东北来了吗？想不到今天就碰见他了。思敏看见他没有？就是思敏看见他了，还下车跟他打招呼呢。思敏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我
真担心呢。你是担心思敏呢，还是担心高天仇呢？我担心的是你。我还担心你呢。放心。哎，你的意见不错，你帮我再构思一下啊，一个案子。嗯。等开会的时候我可以提出来。结束喽。哦，好。给你，大姨留。谢谢。你再想想啊，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加进去的？你告诉我，什么样子就可以加进去。哎，我也是。怎么你们俩有那么些个工作要谈呢？思敏，你可别变成了工作迷啊。先放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桩事情我要跟你们商量，是关于继夫的，跟你们俩人也有关系。我今天去看继夫了，他告诉我工地上的工人呢情绪低落，那么我就想应该给他们争取点福利，这样呢好像给他们办个医疗所啊什么的。医疗所？嗯，不是，你告诉我有些工人生病，有些工人他们有家属生病，所以用到他们没有心来上工，所以呢我想要是有了个医疗所，不是可以就地医治，那么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他们装病了吗？这主意真好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父亲，你可以帮我忙。哎，当然当然。哎，你回去规划规划，需要我们医院怎么协助你尽管说吧。好啊。他是个外行，他怎么懂得怎么筹划呢？我想应该把思敏调出来，思敏调出来，让思敏来筹划筹划。好，思敏，你的意见呢？我没有问题的啦，思敏姐最有同情心了，她上次就是为了帮穷人治病，还要爸爸骂呢。我是想，我怕医院的事忙不过来。我想医院也关系不大，我看这样好了啊。工地那方面呢，你每个礼拜去两次给他们看看病，平时呢就找个能干的护士守着，我看这样就够了。这样太好了，继父你还不赶快谢谢爸爸，谢谢思敏。哦，谢谢爸爸，谢谢思敏。哎，李娟姨啊，还是不改当年的作风啊。李娟姨当年呢有个外号叫女诸葛啊，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现在老了，老了不提当年勇喽。说嘛，说点你们年轻时候的事，爸就从来不说给我们听。娟姨，您是不是跟我妈也很熟？说说我妈的事好不好？对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在一起玩？还有方姨。以后有时候啊，我再跟你说。今天我累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大家都应该休息了。嗯。思敏姐，娟姨住你的房间，你来跟我一起睡好吧？我们好久没有挤一张床哦。走。你自己娟，我们休息吧。哎。再见了。我回队上，有些事没做到。又何须频回首，让你告诉叫他不要来看我，看我这老头子有什么用啊？要巴结去巴结我儿子，巴结我有什么用？我儿子又不听我的。老爷子，这也是千叶夫人一番心意啊。哦，他一番心意我可受罪了，一早上起来又是刮胡子又是修指甲，累都累死我。告诉他让他不要来看我。可是昨天已经定了，人已经到医院，待会儿就过来了。哎，你烦不烦呢？
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哎，秀秀，替我抓抓背啊。老爷子，您别这个样子，忍耐点，钱野夫人马上就到了。您看您这个样子，服装不整，多不好。有什么不好啊？我是病人，病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难道我还要穿大礼服去见客？丰田先生，钱野夫人来看你了。哦，丰田先生，您好点了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还带礼物啊？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听说您病了，我们都非常的着急。钱野先生上出差去了，所以没有功夫到长春来，让我特别先来问候您。太客气了，人年纪大了，难免有点小毛病，不过也没什么大碍了。麻烦你回去转告钱野将军啊，他太客气了。将军好吧？啊，托付平安，他很好，就是太忙了，不然他亲自一定会来看您。哎呀，夫人来就好，夫人来就好，公事要紧，公事要紧呢。定郎叫我转告您，您愿意不愿意回到日本去静养呢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在这儿就很好啊。如果你回东京呢，看到我儿子，告诉他，我在这儿很好，请他放心啊。那我们大家就放心了。您要有什么需要呢，尽管向石原先生，就是这儿的院长，跟他商量。好的好的，我在这儿很好，他们都很照顾我。哎，那我就不打搅您了，您多多的保重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佐佐木，替我送送夫人啊。我不用了，我要去见一见石原院长，所以不用了，谢谢您。方大夫，你给丰田老先生好好的看看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很好，要不然你问问秀秀啊。我看他越来越严重。丰田老爷，是我们医院里的问题病人。我看他蛮好的嘛。那大概是在夫人面前装的。他的问题严重吗？很难伺候的一位老人呢，所有的护士都伺候不了他。现在的这位特别护士呢，这倒是很喜欢，可是人家女孩子也是受不了啊。哎，这问题还不在这儿，他老喜欢偷着喝酒，这一喝醉了就发酒疯。反正你不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真是老小老小。其实丰田司令也知道他父亲的毛病，不过住在家里呢，他们也受不了。这次我回去，我想我劝劝他们，还是最好把他接回去。哦，那可真是谢谢您了。思敏也跟我提过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这事。您可别忘了继父成立那个医疗所的事儿啊。哎，当然。早晨我已经跟思敏把大致的构想完成了。继父是一个非常感的孩子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您还得多关心他一点。哎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失败的父亲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，甚至于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地方像我的。那您可千万别那么说，继父一向是非常崇拜您的。我想您实在太忙了，他很需要，我想你们应该多相处一个时期，大家互相的多了解一点。上面还逼您去细菌研究所吗？夫人也知道这件事。千野先生跟我是无话不谈的。哎，这也是我最忧心的一件事。其实我觉得您老这么躲着，老这么拖延呢，也不是办法，应该要早做决定，早一点到东京去跟他们当面谈一谈。我也是这么想。那这件事就请夫人多替我疏通疏通了。这件事我的能力就有限了，不过我会尽力的。高中六十，知道了。高中四十七点五，知道了。好了，给我一个币啊，真不值钱。这那个铁路啊，日本人修的铁路啊，一修到这儿，这附近老百姓啊，全都打凉了。哎呀，很想啊，
一点都没走，到处也在修，修的铁路也不晓得是在干什么用的，说是改善交通，改善个屁！倒霉的还是我们村的人，哎，哎，谁进来了？我爸来的信，说他身体好了，叫我安心工作，不要担心他。哥，这日本人还真有一套，他只要不想让人走，什么样的手段他都能使得出来啊！管他们什么手段，只要对我们有好处，我们照单全收。对了，我们那位长官啊，要做件大善事哦。又是阴谋？不是啦，他要在这里啊成立一个医疗室，帮我们大伙儿看看病，连家眷也可以来哟。真的？那他就耍我们了。算了，他什么时候耍过你们了？是你们耍人家才对。我看他这件事啊是真的哦。什么？这就是真的了？来，赶紧。哎，来，辛苦了啊。不用去抽烟。啊、哦，不要，谢谢了。对。怎么，你儿子的病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谢谢工程师关心。休息吧啊。哎，哥。我来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来了，这小日本啊，来日本是没辙，现在啊开始巴结我们了。来的怎么巴结？哎呀，这满腿医院的医生啊，来这给我们看病来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不用吃那口难的什么药，苦死人了。哎，小王，这回你别愁了，你老婆这回有满铁医生接生了啊！不晓得湖里卖什么药，那还用说？还不是哄着我们卖命，结果还是那句话，赶工。管他想什么呢？抓药方便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人家开医院呢，请的是杨大夫。哎呀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懂啊？你们赶快去干活去了都。你赶紧去干活。哎，工程师啊，你看他们会不会派那个方大夫到我们这儿来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干爹。哎，周小姐，哎，方大夫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最近呢，满铁医院盖了一个诊所在工地，我来主持。那么我需要几个全职护士，你愿不愿意来呢？你为什么找我呢？我想这是你离开丰田先生唯一的机会。不过呢，石原纪夫现在是他们的监督，所以难免要见面，你考虑一下啊。大家喝一杯。好，夫人，我敬你。哎，夫人能够赏光是我的荣幸。来来，大佐您太客气了，让您这么破费，我实在不敢当。啊，你在日本了。能够参加千叶夫人的盛会啊，是最高兴的事情。在这种场面，实在是不胜敬意。您别那么说，我这次来呢，是专门看老朋友来的，不想打搅太多的人。大佐，您平常那么忙，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陪我，已经太打搅了。谢谢您。嗯，哪里哪里，在日本东京的时候。将军跟夫人对我特别照顾，在此我也表谢意。谢谢，您太客气了。您的政绩、您的干练跟毅力是众人所乐于称道的。您在长春这些年来的政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。继父啊，你要好好的、好好的向大佐学习。是啊。继父，请大佐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夫人，继父、啊、是天生的军人，家也是必有成就的。哦，院长，来来来，那我敬你，敬你生这么好的一个儿子。也谢谢大佐的提拔。谢谢。好，
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向大佐报告。继父啊，想在工地成立一个医疗室，替工人看看病。我很支持他这个构想，不知大佐的意见如何？这个，其实啊，这是我向继父提议的。要是大佐觉得不合适的话，那取消也无妨。哪里哪里，夫人这么好的意见，应该做，应该做的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不同意呢。哪里的话，只要夫人的提议，佐佐木一定遵从，一定遵从的。来，咱们谢谢谢谢大佐。又何须频频回首？我想您吃的比较勤，你吃吃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不行。哦，东北的咖啡可能比较差一点。不会的。继父啊。嗯。我看思明好像对于董其伟很欣赏似的。是思明告诉您吗？没有。可是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，他的眼睛告诉我了。你也很喜欢思敏是吗？您看得出来？我也看得出来，他老躲着你。他对我成见太深了，真奇怪。我每次想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可是越做越差。我们俩之间误会越来越深，多大的误会都可以解释清楚的，可是要是有了成见那就难了。您说的是我对他母亲的成见？你连方姨都不肯叫一声，你从前不是这样的吗？以前我小不懂真相。可是叫一声方姨只是一种礼貌，你小的时候不是叫得很顺口吗？本来是没关系，可是父亲要我改口叫他妈。哼，他要我叫他妈，我索性连方姨都不要叫。就是因为你的父亲要跟他结婚吗？你就恨他恨得这么样？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母亲的，尤其是他。你真是太像你母亲的脾气了。娟姨啊，能不能告诉一点我母亲以前的事？你的母亲，我知道你的母亲很爱你，可是她有很多的痛苦跟无奈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母亲，没有人。继父，别忘了，不要有太多的恨。有太多的恨，就让你忘了怎么样去爱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就举个例子来说，就像佐佐木吧。佐佐木。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峻，让人一见就怕的人？可是从前他不是那样的，他是一个生气勃勃、非常有人缘的人。可是几年以前，土匪杀了他的妻子，抢走了他的儿子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他生活在仇恨之中。后来他把对凶手的仇恨就扩散到了对每一个中国人，你看这个可怕不可怕？Thank you.
外头有个叫马达的人要进大组。赵楼进来。进来。谢谢啊。大佐，这是我最近搜集的资料，请您过目。辛苦你了。替大佐服务是我的荣幸。最近有没有周家秀的消息？没有。继续坚持。是。我不相信周小天死了，他的头脑会销声匿迹。山田先生，你气色越来越好了。哪儿？就是。啊！你们这些人鬼鬼祟祟在这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狗腿子专门欺负中国人，最讨厌这种。糟糕！拿。我的好秀秀，能不能让我摸一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手上涂满了砒霜，那吃药。不管你有没有砒霜，我都得摸一下。你放手啊！哎呀，老四。马达。不敲门就进来。丰田老爷，我给你送吃的来喝的来，你要是吃饱了喝足了，摸起来更过瘾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天龙汤。这个呢是我特地给你弄来的洋酒，不错的。马达，丰田老爷病情是不能喝酒，你不知道。哎呀，生病的人最重要就是保持心情愉快，你懂不懂啊你？我还要摸一下啊。老色鬼。Miss 周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敢骂丰田老爷是老色鬼啊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止骂他，我还要打他。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马达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你以为我非要留在满铁看你的脸色？你以为我非要死皮赖脸留在这里伺候你们这不要脸东西？老色鬼。秀秀秀秀秀秀。马达，你看你做的好事还不赶快把秀秀追回来。丰田老爷，我们去喝酒啊。这个慢慢来，我会帮你找回来的啊。我是那兄弟唱得好啊。哎呀，哥，再来得给酒钱。二哥要唱了吗？顺子，不能。我看呢，跑不了了。那哪能呢？我一到诊所啊，两个眼珠子就直了，再也转不动了。我说你的眼珠子怎么直呢？你们都不知道。诊所里那几个小妞，一个比一个标致，小手让我脑袋上这么一搭，我就这咋的了？你说，我就他妈晕了。哎，那你们别不信啊，你们自己去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知道了。看看，看看。如果没事的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，放心。我又何须拼？请回首，漂亮的护士小姐，先给我搭完脉好不好？看看我有什么毛病。好，你坐着，我帮你把脉。大夫，你赶快给我看我身上发烧，头上发烧。
还有关节炎，还有个咳嗽，所以我赶上给我看一看。王文军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做负责管理工人的，他们人都到哪去了？他们都到医务室去看病去了。报告大卫，看病。你再说一遍。啊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呢？每天要二十几个人一块去看病吗？东亚病夫啊，一点也不妥。工程师呢？怎么在那儿啊？工程师，工程进度落后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？工人们生病不医好，他们就没有体力。况且设立诊所的目的就是为了图个方便，可就近的照顾大伙儿，您说是不是？大伙儿不会忘记您的恩泽的，大伟。弟兄们，干活了。把那胶手移开，不然我把你手打断。以你的背景、能力，既然没有办法监督小小的铁路工程，工程要赶上进度，工人一定要增加，请大伙明察。这种小事还报告我？是。两个月内总共完成不了三米铁路，你是工程总监，你还是无话可说？是，技工无能，我愿意接受一切处罚。再有这种损害皇军威严的情形，我马上报告上级制裁。你可以走了。有谁能够让我的心睡去，不让太阳再升起？如果我已经看透太多情，就让风景